家打声招呼，我是来自 Yes 933的佳慧，平常是主持早班的节目，就是万人迷。今天感谢所有的朋友们来出席呢，赢家 The Ultimate Winner 这一部电影的星光首映礼。那这个时候呢，很快就要邀请呢我们这一部电影的几位主要演员，好出现呢在我们 Hall Four 这边，要跟大家来打声招呼了。当然说到这部电影呢，可是我们的本地的阿哥李南星首次执导的电影作品，所以我相信呢，大家肯定是非常的期待，也有相当大的一个期望吧，对不对？好。所以这个时候呢，好，我们的演员们都准备好了，对不对？好，让我们欢迎《赢家》这部电影的导演兼演员李南星，另外还有台湾的阿哥陈昭荣，还有戴阳天、宋一飞、林慧玲、陈树成、陈泰明、黄世南，还有我们的制片。谢谢，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大家，今天就是百忙的时间参加这个赢家的首映会。谢谢谢谢 thank you. 哇，声势浩大哎，的确是。好，我们的演员们这个时候呢也已经来到我们 Hall Four 这一边了，当然在跟大家打了招呼之后，请演员们都来说一说吧，就是参与这部电影的感觉。南星大哥，对，相信参与这部电影的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大家都很开心，因为跟我们这几个呢演员呢合作呢，我们大家呢都在片场的时候呢就是有说有笑的，那么大家呢都合作了一个，虽然是短短的只是25天的时间，不然大家呢就是感情呢就是非常的融洽，对不对？好，杨天第一次参与电影，很开心可以和两位阿哥对戏，而且两位阿哥人都超好，一直在不断的教我东西，我也人超好的不停的偷很开心，整个团队非常有默契，非常好，谢谢。好，接下来我们有昭荣哥。真的非常荣幸呢来到新加坡，然后参与赢家这部的电影。这部电影呢，我相信呢所有的观众看完之后一定会有很大的感触，而且呢看完这部电影之后每一个都是赢家。好，我们都希望是如此。接下来还有 Rebecca。其实我蛮感激南星大哥还有监制导演们给我这个机会拍这部电影，我拍的过程真的很开心，希望你们看了之后也会一样开心，谢谢。好，谢谢。接下来还有一杯谢谢大家。哇，有人要献花耶哇，有人漂亮的玫瑰花，谢谢谢谢很感动，很感激，心里有千般的感激。谢谢你们今天抽空出席我们这个 Gala Premiere， 你们的出席呢已经是赢家了，你们就是赢家，耶、yeah! ！好，接下来还有谢楠大哥。好，现场朋友们，大家好，谢谢大家出席来支持这个电影的这首映会。那么很高兴看到南星组织的一个公司啊，新加坡在这个电影的工业里面有一个新的胜利军，我们希望他继续勇往前进，当然也希望我们现场朋友的支持，谢谢。好，谢谢。还有树神大哥。对的，我要扣是那一句话，希望大家永远的支持李南星，我也肯定会支持他，因为这次拍电影我也是赢家之一，我前前后后拍了几部电影从来没有拿过酬劳，拍他的我拿到了新传媒的戏，我累啊！好亲切哦，树神大哥。好，泰明哥。他喝了两杯，不好意思。太累了。不，你是怕老板坐在下面，等一下会扣我薪水？不会不会，你不要跟我美言啊。那明雪，我在这里啊，也趁这个机会感谢所有的工作人员，不止演员方面，还有男星方面，他这一次真的付出了很多很多的心血。那我也是很谢谢男星他给我这个机会参与这部电影，希望大家也是会继续支持他，谢谢。好，谢谢，希望大家都要支持这部电影《赢家》。而这个时候呢 ，Constance 宋一飞也要呢就来代表哈，就送出这个电影海报，显示这个电影海报给 HSBC 的代表 Mr. Francis Low， 欢迎 Mr. Francis Low， 欢迎这一首我们的一飞，谢谢你们。
I'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thank the team of HSBC for supporting this movie. Thank you very much, and this is indeed a spectacular experience for me, and I am sure you will definitely like the movie. Thank you. Thank you. 谢谢。 好，来张合照。 这部电影呢，4月14号就会呢正式在本地上映，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多支持哦。好，谢谢，谢谢 Mr. Francis Liu， 还有。